原标题：抗美援朝中，志愿军一个营被英军一个旅包围，差一点被全歼。1951年，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，志愿军40军主力118师充当全军的第一突击纵队，354团担当左路突击的尖刀团，3营由团参谋长刘玉珠带领，为尖刀团的先锋。他们勇猛追击，大胆穿插，打垮敌人5次拦阻，歼灭韩6师和美24师各一部，于4月23日24时抵达目的地嘉平以北的木洞里、长山里。结果在这里，他们又与敌人遭遇，展开激战。天降拂晓，他们才发现对手不是被打垮的韩6师，而是大鼻子英军27旅和加拿大25旅。因为他们穿插太猛，闯入了敌军的腹地，后续部队被敌军阻断，成为了孤军。一个营陷入敌人2个旅的包围中，最外面就是英军第27旅，双方兵力悬殊，3营孤军对敌外，很快弹药也打尽，情况非常严重。团参谋长刘玉珠和3营营长李德章心里都像压了一块石头，沉甸甸的，但是他们还是决定血战到底，拖住这一伙西去的敌军。为此，刘玉珠和李德章烧掉了携带的笔记本和文件，然后把手枪插在腰间皮带上，操起平时由警卫员背着的卡宾枪，加入了战斗的行列。战士们看到他们和自己一起战斗，都知道情况严重，心情非常激动，又格外沉重，暗暗下定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。机炮连一班长于怀真只剩下了一个火箭筒，英军的坦克一群群发起进攻，他让全班战士隐蔽在一条沟里，怕太远打不下敌人坦克，便骑着火箭筒冒着敌人的火力沿着沟坎越近，一直摸到离坦克只有15公尺的距离，架起炮瞄准坦克，轰了一炮，火光耀眼，喷流四溅，几乎烧到自己，坦克中弹起火了。3营的勇士们苦战一个上午，杀得英军横尸遍野，寸步难行。可是敌军有一个旅加拿大旅暂时未动，人数越来越多，数倍于3营，四面围攻，特别是坦克越来越多，3营官兵的弹药消耗殆尽，伤亡越来越大，处境十分险严峻。李德章觉得不能一味死拼，向刘玉珠建议，由他带一支小分队向公路以东的山地突围，吸引敌人的兵力，然后由刘参谋长和教导员马仲吉带领的主力向西转移。刘玉珠接受了他的意见，但睁着掩护对方，两人相持不下，最后达成妥协，分兵2路互相掩护，向机行事，谁能得手谁就突围出去。李德章带着一支20多人的小分队先向东突围，他有意暴露自己，一面前进一面射击，力求吸引敌人，以便领主力转移，果然引起敌军的注意，吸引了一些英军坦克。可是小分队还没跨过公路，就几乎全部伤亡，李德章也中弹负伤，倒在一块稻田里。由于英军太多，他们并没形成营主力转移的空隙。刘玉珠一心掩护李德章突围，操枪猛烈射击，结果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胸膛，当场牺牲。教导员马仲吉接着上，不久也牺牲，很快连干部也大都伤亡，营连都失去了指挥，战士们以排班各自为战，与敌人死打硬拼。敌人步兵根本不敢靠近，坦克无法代替步兵，双方竟然形成了对峙，恶战一直持续到黄昏。英军害怕夜战怯阵了，惶恐地撤出阵地，与3营脱离了接触。夜色中，大家就起了昏倒在稻田里的李德章营长，给他包扎了伤口。李德章清醒过来，得知参谋长和教导员都牺牲了，泪如泉涌，然后下令收容和集结部队，准备转移到有利的阵地。此刻他伤势虽重，却头脑清醒，说
兄弟部队被阻在北面，英军必然重兵警戒，防御森严。我们从北向南，从敌人的后方绕路突围。然后他带着队伍一路轻声呼唤打散的战士，到后半夜居然集合起将近一个连的队伍。然后他还是按七连、八连、九连、机炮连的序列编了班组。李德章于是派出一个精干小组侦察附近的敌情和地形，亲自确定了突围路线，便开始了有组织的转移，还是七连在前，八连断后，多数人都带了伤，拄着步枪，一瘸一瘸，但尽量寻找空隙，避免与敌人接触。直到越过一片海阔地时，英军才发觉他们，进行火力追击。八连留下七班在最后面掩护，这个班只剩下副班长周传家和战士王德新、周伯林三个人，但这是全连战斗力最强的一个班。三人阻击敌军，掩护全营通过了海阔地，然后自己分成两组交替掩护，向后撤退。七连三班的一挺机枪在最前面发射了200多发子弹，杀伤了几十个英军，射手相继伤亡，只剩下新战士弹药手蒙世勤。队伍前进时，他又在后面掩护，结果被丢下来了。天亮以后，他发现到处都是敌人，于是沿着田埂和沟渠隐蔽的向外突围，翻过两道山岗，他居然也冲出了英军的冲围，遇见了营里的单下排。就是这样，三营在李德章的指挥下遇到敌人，进行交替掩护，大家虽然遭到严重损失，却错而不馁，溃而不乱，转移井然有序。剩下人员终于全部成功的突出重围，与后面的团主力会合。但是李德章还惦记当初在最后面掩护的七班周传家三人，又派人去寻找。在第四天下午，他们终于在回撤的路上接到了周传家、王德新、周伯林三人，他们都已经身负重伤，饿了三天三夜，倒在路边的水沟里，但还是被三营找到，抬了回去。三营在几千人的敌军中成功突出，创造了一个奇迹。战后，志愿军党委批准354团三营及其七、八连和机炮连各记一等功。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，军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在十几年后还感慨地说，这场恶仗险仗为全军部队创造了一项极有价值的经验，即任何在战斗失利、身处险境的情况下独立指挥、顽强作战、力排艰难、转危为安。因为任何军事家和指挥员都不可能保证自己永远不受挫折、不打失利之仗，何况这是在胜利的穿插分割行动中，前进过远、行动过猛、情况不明时造成的失误更属难免。而逆境中他们能够临难不苟、临危不乱、镇静指挥、掌握部队、强渡难关、完璧归赵，最是难能可贵的。这个经验可惜60军180师没有运用。李德章后来成为了40军120师师长，直到1994年才去世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